可以进来了吗 ？Hello Hello， 是像这边吗？确定会打马赛克的吗？今天一定要，你懂吗？嗯 ，OK， 好了，可以了，可以开始了。很棒的领袖啊，不知道哦，我的 leader 哦，每天叫我去喝酒的哦，我真是不明白他怎样喝酒，现在又 close out sales 的哦。虽然他外表给人家感觉他是一个很爱玩，但是呢，他做起事来，就非常一个很有责任感，然后很有担当的一个女人。我觉得我的 leader 很棒，是因为他的样子很可爱，很和蔼可亲，不会有距离感，很容易跟人家相处。They need to be approachable, good at time management, need to be helpful when we need help, and always there to guide us when we are lost. 就是关心我们，哎，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睡好啊？他做很多事情都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我们，就为他的 team， 他是来成就我们的。在生活上呢，他也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每次看到我年轻崇拜的时候，他都会很主动的买龟苓膏给我。但是很可惜，他每一次都是在我女人病的时候才买给我，我都没有那个荣幸去吃到。He always lead by example, that is the first thing. And then he always will be there for groundwork, and then he will be there whenever we need support. 一个例子很肯定我，你可以的。我的 leader 跟我讲过一句话是。懂的人先做，会的人先教，这句话对我的意义很重大。Every time when I see her, she says, "Bro, I'm hungry. Let's go eat." That's what I always get from her. But of course, looking at her, what she has done in the past, definitely transforming herself is very important. 我的 leader 每次都会跟我说，我们的团队永远是你最强大的后盾。而事实上，我也是看到我们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一起走，一起在成长的。Just do it. This is the quote that you always use.Just do things without any noises, without distractions. Just focus on yourself. Just do it. 好的 leader 啊，多多请吃，多多请喝酒哦。没有啦，一个好的 leader 真的是要会去聆听啦，要去给予帮助咯。我觉得一个 leader 的话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就他们会在前一个晚上啊 ，declare 自己隔一天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规划好，然后早上起身就是很有动力的去完成你一整天的行程，就是往目标去做事。有时候有时间的话，大家一起出来吃个东西，大家出来玩一下，喝个酒，放松一下，可以知道我们近况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跟下面的人一起相处。Yeah, they need to set a good example. They need to be reachable, and of course, willing to help to coach and to mentor. 好像我 leader 这样每天请我吃饭，然后总是问我，你今天吃饭了吗？你吃得够饱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因为他很关心我。然后他另外一个我很开心，就是我们开单比他自己开单他更开心。我还记得前一阵子我的 bag 都用到永永懒懒鸟了，然后我都依然这样子带着这样的 bag 去做工见顾客，然后他看到这样子，他主动买个新的 bag 给我，这一刻我就突然觉得好感动，然后就原地哭了出来。你应该猜到我 leader 是谁了。除了谢谢 Sean Chia 以外，我还要谢谢加入 Protnext 过后遇到的所有 leader， 那么愿意带我，谢谢你们。我要谢谢我的 leader Sarah， 所以很感谢你这一年来的栽培跟这一年来的关心跟付出。我的 leader 是 Kai Jun， 我要谢谢他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帮助我很多，教导我从 A 到 Z 怎样去做这个行业，谢谢他带我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做到很不错的业绩。Thank you, Sarah, for all the help and support you have given me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Thank you so much. I love you. Thank you. Sean, 非常的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不离不弃。谢谢你，爱你。Billy, 谢谢你带我加入这个团队，然后你也知道我很内向，然后也一直带我去认识大家，然后带着我一起见客户，带着我成长。Thank you, my leaders, for always pushing me forward.And always be harsh and straightforward with me. And then most importantly, I thank you for making me a better me every day. Okay, so 谢谢我的 leader 很有耐心啊。还有每次我从不明白半夜 call 啊，他也是会接我电话，然后有耐心的教导我啦。还有谢谢他请我喝酒，谢谢。谢谢你一直那么细心的照顾着我，那么细心的带领着我，感恩有你。是你每一天都提醒着我，我是可以做到的。我是有能力的，这个也是让我一直在坚持下去的理由。每次当我很犹豫的时候，很迷茫的时候，是因为有你相信我，我才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的。谢谢你在我迷茫的时候让我看得到前方的路，
然后是你发现我的光，给我看到我自己也会闪闪发光。Thank you for your unconditionally caring and support.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Hope we can do well together. 谢谢你的，让我们变得更优秀。Next 的这边的 leader 有一点傻啦，我都不懂为什么，他们从来不会去计较讲，哎，你是来自哪一个 team 啊？还有没有 overriding 这样的事情的哦？那就是那种，哦，你要选就来了，明明自己忙到要死啊，又上完课回来，等下家里孩子又生病，这样自己又有自己的那个下线要照顾，可是他们就是很愿意付出咯。这个文化真的是很吓到我啦，也很 touch 到我啦，因为我做工这样多年来哦，真的是没有看过一个公司这样的。